两个小时要擦一次哦，两个小时要擦一次，要不然不够。我们还是经过海德格尔，左手边这个市中心区哦，这是最市中心区的地方。左手边这个饭店就不错，一个饭这一个晚上400多块，10000多块台币一个晚上。这边有 Versace 的名店哦，这边如果买名牌的东西没有比台湾便宜。左手边有赫玛斯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高级，那个铂金包有没有？一个说80万起跳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还。